要用 EPH practice intensive 来教 from 3D 7个 pan and elevation。So 首先我们进入 7.1 octagonal projection。So 这个 diagram 呢是 solid light prism， 然后它的 base lying on horizontal plan。octagonal projection of the solid on the horizontal plan， 上面下来的 ，OK， 所以它的这个答案应该是 C，OK，、okay? 所以我上面在这边看下来的时候，我会看到这一个长方形，然后我上面看下来的时候，就好像上面有灯光打下来，然后我这边的这一条线，它会这样刚好跟它平分。所以它在这一边这一个338，338，好，然后在这边它要我们 plan A B C D，就是 A B C D 就是上面下来或者是前面去后面呢，所以这一个它是长方形，这一个是三角形，然后这一个是圆形，这一个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过去的时候。它虽然是 cone，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三角形。好，接着对的打勾，错的打叉。在这一边，我这一边这样看过去的时候，所以它是这样的形状，这一个就错。然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它是这样的，这个是错的。好，第四题，complete the normal from the object to on the plan ABCD, draw the octagonal projection by determine the image formed by the normal. OK, 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长方形，中间有一条线。OK, 这一题应该是长方形，中间有一条线，这样应该是这样。OK，就是说我们在看到的时候，这一个是一个长方形，然后这个长方形打下来这一边，OK，长方形打下来这一边，然后我们的这一条线，它会打过来这一边，所以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然后接着这一个，它是下面一个圆圈。这个大的圆圈在这边，然后上面这边有一个大的圆，小的圆圈，OK，然后这样拉下来，所以它是圆圈里面有圆圈，所以它这一题的答案应该是这样，圆圈里面有圆圈，然后这一题它是要我们找它的 octagonal projection from 上面看下来。所以上面看下来的时候，我们下面是一个圆圈，OK，然后上面也是一个圆圈，然后上面这个圆圈打下来这一边，OK，所以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 octagonal projection 是这一个，OK，所以它在这一边呢是这一个东西，然后过后它要的是 vertical plan。vertical plan，我看过去的时候，OK，直直看过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正方形，在上面，下面这边也是一个长方形，在这一边，OK，所以这一个的题目呢，它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好。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题，它要我们画 octagonal projection。OK，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一个大的这一片的长方形。然后在这一边这一条线，它是这样的。OK，所以这个是二 e，然后四，所以我们的这个答案会是这样。好，接着第七题，它要我们 octagonal projection on the horizontal plan，所以在这一边这样
看下来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一个 trapezium。OK，所以在这边呢是这样的一个 trapezium，4442。OK，然后 vertical plane 的话呢，就是说我在这一边打过去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是一个长方形，4E 的这一个长方形。然后接着这一条线打下来，OK，打过去，来到这一边，这一条线也打下去，来到这一边，OK。然后这边是二 e 哦，OK，这个也是 e，好，所以它的答案会是这样，但是他给的答案自己画到他的 ECM 跟这个 ECM 不一样长短的，OK，它应该是 ECM 嘛，对，好，这个应该是 ECM，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准一点的话，我应该让它下来一点。因为 ECM 乘 ECM 嘛，这个是一个正方形的，对，这边是 ECM。好，然后在这一边，勾叉 fo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OK，他说 AB 和它的 octagonal projection 呢是一样长度，正确。BF 不一样，so 我的 BF 在这一边，它的 octagonal projection 的 BF 是在这一边，所以它长度是不一样。角 AEB 是在这一边，是应该是一样的，他说它不一样，所以这个是错的。OK，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的这一个。OK，他说这一个怎么角 DBF 和它的 octagonal 是不一样的，对。So 我的 DBF 是在这一边，DBF 是在这一边，可是它的 DBF 是在这一边，这一个角度跟这个角度是不一样。ABE 是一样的，这个是正确。OK，好，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OK，我们来看这一个，它是它的 object 和它的 octagonal projection，OK，the side are of the same length on the object and its octagonal projection。所以我的 PQ、PR、RS 跟 PS 会是一样的。PQ，然后 PS，然后 QR，还有 RS。好，在这一边，它一样跟不一样的。一样的角度的话呢，就什么 SPQ 啊这一些，OK，so 在这一边我们就拿它的这一个来看一下，所以它一样的是哪里呢？PQR 90度。然后 QPS 也是90度，QRS 90度，然后 RQ 没有，然后 PSR 90度，然后 PQT，喂，PQT 跟这个 PQT 是90度，嗯，是。它这边也是90度，还有 TSP 也是90度，TST 也是90度，这一个其实是90度啊，这边也是90度啊，然后它不同的那一种就
PTQ，然后 PTS，然后 SPT，然后还有 PPQ 和 QTR 和 RTS 这些。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抄下去，就是它答案了。所以小 PQR、小 QPS、小 QRS、小 PSR、小 PQT、小 PST、小 PTS、小 SPT、小 PTQ。叫 TPQ，叫 QTR，叫 RTS。好，在这一边，PQRS 跟它的 octagonal projection 是一样的。PST 是不一样。OK，different。好，这一个是萨马波贝扎。我们进入七点了，Plan and Elevation 第十题。So 它是 solid rock pyramid，然后是长方形的 base，然后哪里一个是它的 plan？So 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方形是它的底部，然后我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它会是这样。OK，所以它的这一题会是 D，然后第十一题，它是将，然后它要我们 complete the plan 的话，我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它就有这一个 E F G H，然后这一条 ECM 的打下来这一边。所以它是3E5 OK，所以它在这一边呢，就 HG，HG，EF 那边是 ECM，它是在这边 ECM 的时候，这一个 ECM，这边是一，这边是五，这边是三，然后 AE，然后 EAAD，ABCD，好。从 X 那边看过去，从 X 这边看过去的时候，最大的那一面是这一个 ABFE，就是这样而已，它没有别的东西了。OK，所以它这一个应该是这样，一个正方形、长方形，AD。这一个是 BC，然后 FG 这样。从 Y 那边看过去的时候，从 Y 这边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这一个一个 trapezium 4cm，然后 6cm，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啊嘎啊嘎，我这一边我没有办法。真正2到4 cm，你们画的时候要有4 cm 吗？然后这边是1 cm，然后剩下直接这样接过来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一个是 F E B A C D，然后 G H，好，就是这样。好，第12题，它是一个 solid rock prism。然后这样，还有我们画它的 plan 1cm to 10cm，然后从 x 从 y 这样来看，so 我的 plan 的话呢是这样的，上面看下来是这样，然后这一条线补上去，这个是 2cm，这个 5cm，这个 4cm。OK，
所以是这样，所以它 plan 是这样。我从 X 看过去的时候呢，我就正面看去前面这一边这一个是 F E D C B A，所以其实是 A B C D E F，它都是一样的，所以是这一个这样。然后接着，它要从 Y 那边看过去，从 Y 那边看过去的时候，最大的那一面是这一面。然后我们补上这一条线，这一个这样过来，所以这个是四三三，OK，刚刚这一个是七三二五。三，好，然后这个是用一整张来画完全部对应的啦，然后这些是细的线是辅助线，OK，这一个我就你们自己对应回啦，这样，这个是 plan，然后这个是 from x，这个是 from y。接着我们看第13题，它是一个 prism 和一个半圆，OK，然后它的 diameter 是 4 cm，我们知道 diameter 等于4，所以 radius 是2。So 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它的 plan。So plan 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最大的那一面是这个。OK，然后这边有这一条线补下来，这一个是四，这边三，这边六，然后这边五，然后这边补一条线下来，OK，所以这一个是一，这边五，好，所以它的 plan 的情况之下是这样。接着我们从 X 看过去的时候，我从 X 看过去最大的那一面呢，是这一面，EFGH，然后当然还要再加多一个半圆在它上面。你画的时候，圆形在这一边，然后它的 radius 是 2 cm，这样来画。OK，然后这个是七。这个是三，然后这边是四、七、三，然后四，半圆这样。接着我们要从前面看过去的时候，最大的那一面是这一个，然后我的。这边的这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来的。我从前面看过去的时候，从旁边看过去的时候，它是一个长方形。所以它这一个东西就是两个长方形连接起来。这一个二，因为它在这一边，它 radius 是二，然后五、一、三，整个是六，所以。作业给的答案错了，这一边不应该有这条线。接着我们看第14题，它是一个 prism，然后 A B C D E 是它 uniform cross section。然后 A B P Q P 是它的长方形，是它的底部。V C D E，然后 Q R S T 都是直线。C D S R C D S R 是平面。然后它要我们画它的 plan，plan 我从上面看下来，最大的是这一面。
A B Q B 这一面，然后这一个 E T 打影子下来跟 D S 都在这一边，然后他有讲一比五哦，一比五的话，五四二十五二十五四二十七五三十五六五三十，然后这个二这个四这边七。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是这样画的。好，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因为我的 Y 是从这边看过去，所以打下来是这一边45度，这个是在这一边。So a plan 是在这边。然后我从 X 就是从前面看，从前面看的情况之下，它就是这一个。D C B A E 这样，这一个，这边四二四六，好，然后接着我再来从 Y 这边看，最大的那一面应该是这一面，这边这样下来，过去，再上去。然后我从这边打过来的时候，suppose 有 DS 这条线，可是被遮着了，所以它应该要用虚线。好，所以它是这样。好，接着在这一边第15题，它给我们它的 plan，从前面看和从旁边看 of a tent，然后它是一比三。所以一比三的话，你要乘三哦。OK，so 六乘三是18，然后三三九三是12，然后这样就是21哦，整个是21，然后三三九，三三九，然后二点六乘三，二点六乘三，这一个是。它的这一个是7.8。7.8，好，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要画这一个图形的那个 model 的话，整体的话呢是这样，前面是这样的一个，OK，然后后面也是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一个，过来，然后接着我们再跟它连接上来，这就是它答案了。OK，它给的是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跟它有一点点不一样，OK，好，18，21，这一边是18，这一边21，然后这个是9，7.8，然后那个12哪里来的啊？在这一边，这一个是九，7.8，所以我在这一边 square 九 square 加7.8 square 11.9，它不应该是12，它应该是11.9，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可是啊，那个图那边写12，其实是不对的。好，不用紧。那在这边，他说，它的 surface cover with canvas，然后1 meter square 14块，然后他要我们找它的 cost。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它一面、两面、三四五，底部不用 cover 咯，
所以就是前面、后面，然后还有那个斜面和站的那一面，所以我站的这一面呢是9×18。9×18，然后这个是162，然后我的这一边它的这一个其实是 ABEF，然后我的 EFGH 的话呢，它这边它是12×18，但是我不要放12哦，因为它其实是11.9哦，so 11.9×18，我的答案会跟它不一样，214.2。如果我放12×18的话是216啊，这一个是216啊。OK，我希望我可以拿到我觉得对的答案的当额，也可以拿到他给的那个答案。OK，so 我刚刚这边是12，然后这一个是9+7.8，然后这一个是16.8，它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这边12，这边16.8，Pythagoras theorem，所以我就有 square root of 12 square 加16.8。the square，然后拿到的是20.65，我会写 four significant figure 啦，20.65，他这边写21，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这个 CDHG 的话呢，它是那个这个是二十，刚刚这个应该是20.60，这个，OK，20.60是这个，OK，20.60，或者是21。这一个是12×18，20.64×这一个 CD 是18，所以我的20.64×18，我拿到的是20.64吗？还是20.65啊？20.65了，应该是20.65×18。371.7，如果我拿21×18，我拿到的是378。好，然后接着我们要找的是这一边这一个，我分成两个图形。在这边的时候，这个是我的什么 VCGF，我的 VCGF 呢，它其实是那个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两个的，这一个是一个 trapezium，1/2三加16.8。三加16.8，再乘这一边，它宽度是九，加1/2×12×16.8。OK，前后都是这样。So BCGF 跟它后面的那个也是这样。OK，所以这一个或者是。那个 ADHE 都是这样，所以0.5×19.8
乘九加0.5乘12乘16.8，这一个是189.9，189.9，所以全部加上来的时候，它是162加214.2加371.7加189.9乘二。OK，因为它前后两面是一样的。OK，所以它的那个 surface area 是这样，然后它的 cost 呢，再乘上14块，乘14，它的 cost 应该是这样啊。OK，可是作业给的答案不是这一个，作业的是162加216加378加189.9乘二，是这么多。OK，然后接着它再乘以14，乘14，所以是159.01。RM 1590，它要的是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所以是 RM 15900。这一个我拿到的是 RM 15800，然后作业给的答案是16700。哦，哪里做错了？OK，这个是九加16.8，不是三加16.8。然后再乘九，所以它这一个是二分之一乘这一个是16.8，就25.8，然后再来二分之一12乘16.8，这个是216.9，216.9。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216.9乘二，那是1189.8，然后再乘14，然后就拿到这么多。OK，so round off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 的时候是 RM 16700。So 16700，对哦。OK，so 我刚刚如果给我自己的这一个的做法的话，它是1622214.2，然后这一个是什么？216.9。所以我拿到的是181.7，然后我乘14的话，拿到是这么多，然后我 round off 的话，就 RM 16500，一样吗？不一样，少了200块。所以它的那个 area 呢，会是等于162加216加378加两个216.9等于118.808 meter square，然后所以它的 cost 呢就会是等于118.8乘14等于这一个16657.2。16657.2，所以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 16700，好，就是这样。后面的总复习题我另外的影片再来录。